哇，人的心是一亩田，土地上没有播下好的种子，就没有丰收的果实。环保的教育想要扎根，郭崇胜用行动付出，就是为孩子的心田树立丰收的榜样。老师，你在教孩子是特教班的小朋友？特教班的小朋友，那为什么也愿意让他们出来做回收？啊，因为这也是他们平常的上课活动之一。哪是铁铝啊？塑胶类在哪里？阿奇在哪里？哇，你们好棒啊！哦，感恩你们小菩萨，感恩啊，好棒！现在的郭崇胜每周都有满满的环保回收行程，这对于以前的他来说是从未想过的改变。都有朋友会找我打麻打牌啦，啊，我本身因为我个拍摄甲朋友拒绝，啊，所以我从我那时候已经在投到那个我走慈济这一条路的时候，我已经减少在跟他们打牌的时间了，啊。进来就一直在犹豫说要不要进来培训啊，因为伯林师姐一句话，伊讲师父讲过，要就即马改，无伊就慢慢啊改，啊，所以讲我就安尼既然安尼，我就改掉。把你脖子捡起来，这个是纸类哦，这种是纸类哈，这个是纸类。有没有听到？这是纸类。是什么？啊，这是铝箔纸。师兄，我看你好像还会教他们做分类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简单的。啊，那小朋友拿来都一袋，会不会对你造成一些困扰？他们如果分得好的话，就很快啊。有时候这就要教他们分的时候会耽误一点时间啊，就变成大排长龙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。我看你动作很快，整条长龙都不见了。好酷哦。他上课第一个就是起码就让学生知道说该怎么分类，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一直到毕业如果没有教的话，他连怎么分类都不知道。那第二个的话，借由这个分类的动作，他会知道说怎么样爱惜地球，爱物惜物的观念。其实我这才是我们一个倡导最后一个教育的意义。短短下课嘛，哈，啊，那十分到二十分的时间，啊，你怎么有办法这个这么有效率啊？事先的把工作先准备好，因为他们来都一群人就来了啊，所以，你像这个袋子哈，我就先给他绑好，啊，绑好他们来翻开就倒了，哦，就一个动作倒下去，倒下去，啊，把该分类的看哪一个袋子装哪什么分好。哦，所以一二三四五五类嘛，哈，所以刚才小朋友有讲嘛，总共五类嘛，那所以这样子小朋友也很清楚了，对，哇，合作很有默契啊，这么多全校的小朋友，所以不怪大家拢怎样，听说这个也你自己绑的是吧？对，哇，你天才呢？好啦，啊，因为要动作要减轻，减轻那个时间，啊，就是，想办法，师父讲过。用心就是专业是齁，这个师兄啊，他整个绑袋子其实他为了做前置的准备，不要看十几二十分钟，他提早一个小时把这些前置的工作都做好，那所以当然动作就会很快，那小朋友也都学到。父亲的奏术让郭崇胜领略了生命的无常，把握当下这四个字，他有了不同的体会。我爸爸伊是肺癌过世，啊，他从住院到往生只有14天的时间，我感觉讲真正人生真正无常，化走就走啊，所以讲我就感觉真的要把握时间啦，请师父讲的把握当下，啊，分秒不空过安尼。安来过来买对，安来温州。安来搞一个安尼关怀和浴火。你有花管哦？啊，正常你唔是无啊？没动。在昨天还在写在我过。三年啊。好，先别起来哈。是。就这样。来，别起来哈。
是你。宋明修今年43岁，20多岁时因为肌肉萎缩开始卧床，后来又罹患糖尿病与高血压，不能工作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只能依靠重听的老母亲来照顾他。妈家还得妈家呢，还得妈家呢，家这样慢慢我多啊。啊，我正想哦，旁水的干边正头啊，用掉啊。我破皮起来该做苦啊，我一只骨在那熬，个脚啊在那破皮起搞一惊啊。啊，去看看哦。你之前那那还拢较好些，嘿，无迄个啊，无迄个。你抢水了啊！啊，这客家什么？郭崇盛每个礼拜都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帮宋明修洗澡。完了。师兄。本来是擦澡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为什么后来想说那个要用洗澡的方式？因为我刚起的时阵吼，啊，感觉身躯黏黏，啊，一礼拜落来安尼吼，好像拢袂清气啊。啊，无。啊了，我就看伊边啊有一台轮椅，我想啊，伊可能会当坐轮椅。好了，我就问阿秀讲，啊阿秀无安尼，我甲伊塞来经啊洗身躯。哦，嗯，嘿，啊，伊就同意啊，啊，就从今嘛开始，啊，就甲洗身躯。因为洗，我是感觉洗洗的人较轻松，较快活。宋妈妈除了照顾明修，还要照顾41岁的女儿宋素慧。素慧也是在20多岁时，因为罹患急性青光眼，双眼已经失明10多年了。伊迄落吼，涂啊淡淡，阿辉目睭看无，会骨折。是伊见阿辉，即阿秀妹妹阿辉，所以因为阿辉才都马师兄弟才咧骨折，啊你若淡淡，惊伊会骨折。感恩哦，阿辉。哈，你敢要起来？你若要起来嘛好啊，嘿，好。来，何叔爷看一下，啊，想要看孙爷。我有来拜一下，弟弟。来呀。哈。哎，你足水的哦。哎。哎，哈哈哈！有听到阿叔讲你怎么鼻音？孙爷伊拢来，甲孙爷认识啦吼。哎，我足熟的，我拢搞孙爷鼻。哦，安那讲，啊，以后来我拢讲，做咩集团，孙兄你好。啊，什么孙兄？诈骗集团。哦，诈骗集团的孙兄。对对。像那个。哈，啊，就我阿个面啊，啊，就无聊啊，啊，就怪开玩笑啊。哦，安尼吼。哎呦。哎呀。伊这拢诈骗大家爱心啦，吼。一个行动不便的儿子，一个看不见的女儿。一个年迈重听的母亲，郭崇盛每周到来的时刻，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笑声。那时候怎么会答应师姐他们说可以来帮忙？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我能做的，我是关警工，啊，我能做我就做啊，就这样来。因为，怎么讲？别人没办法，我们做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去做，是这种心态主要。那时候认识阿修他们吗？还没。那我第一次接触阿修营的是锦师姐，给我那个阿修插掌，他从那边开始。他以前一定也没做过吧？没有。对。啊，嘿，讲到这个，我第一次来，我也会担心呢，我因为怕我会做不好，没有，因为没。感谢我们家里的事情啊，没感谢，所以怕做不好。南台湾的骄阳投射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，志工们常说好天气的恒春最适合做环保，因为沿途
可以欣赏海岸风景，真是再幸福不过的事。用这个点是算是哪里？鹅卵鼻。鹅卵鼻哦。哎。旁边就是鹅卵鼻啊。主要你讲这个点算讲咱上远的哈。哎，这最南端的啦。啊，什么最南端？台湾最南端啊。哦，台湾最南端哦。对啊，那这过去就没有了，最近最南端了。哦，再过去就是海了，就对。哎，对对对，因为那是鹅銮鼻灯塔在那边了。鹅銮鼻灯塔，哎，了解。所以台湾最南端的环保点。啊，环保线最漂亮，你没有看到？哦，环保线吧是最漂亮，整个都是游乐区啊。恁这的回收物的量咁大，夏天唔知是介大，像只烤肉，哦，迄有当时啊，一个暗日只为烤肉秘鲁就啉差不多，嘛几十四枚啊啦。陈宏友五六年前开始投入慈济做环保，他不止自己做，还带着两个国中的儿子，当他环保的副手。儿子现在都已经上了大学，但休假时还是跟着父亲资源回收。这个需要当时才当时开始来接收。哦，需要收几啊年哦？看你可能有较少的呢，会使会帮忙做这呢。因那个囝，我那个囝袂歹。你嘛看到伊常常来嘛吼？好，伊若肯放假就来。所以你现在大一嘛，这样看起来也算时间的。哎，中间有没有想逃跑？有啊，会想要放弃哦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很累啊。啊，怎么还是留下来？就你怎么会想说找他们一起来做？家里太闲了，混啊混啊。哦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做这个充实了啊。做这卡袂遐无聊啦，免白做啦。周三傍晚。环保车来到恒春镇公所，这里也就是早期王伯莲师姐服务的单位。虽然她退休了，但这段环保的缘分由高雄来到恒春镇公所工作的朱师兄继续带动。公所都是他在整理的，公所哎，镇公所里面都他整理，他全部都他处理的。为什么想说在公所里面推动？推动啊，是因为有那个必要啊，因为里面有一些回收的东西也蛮多的，嗯，啊，所以东西很多，会丢掉很可惜。对啊，就是蛮可惜的。啊，欸，我就顺手可以收的我就收这样。上次放在这边，还有这个现在没有整理。所以，但其实也放得很整齐，虽然它没分类。大概有一些，对，就是放在这边。这样子啊，你哪有时间？你平常上班啊，公务？平常上班啊，我就是利用中午啊。还有我们这个有一个同事，他都会帮我这个有一个。哦，有啊，对对对，他偷跑了。他会帮我那个啊，有关厨余的部分他会帮我收啊，其他的东西我就是先那个，然后把它有些该擦的该弄的，我就会那个这样子啊，就放这边啊，等到积到一定的量。啊，我就会利用下班的时间，大概一两个礼拜，我就会把它该整理好的再整理好，然后再搬下去。他这样做多久？哎，两年半左右了。所以其实也蛮感谢公所哈，大家这么帮忙。对对。够。够。这个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怎么知道要拿过来？有人叫我来的。哦，真的？那你就这么乖就来了。同事不错哈，哎，不错，对啊，他们平常都会来帮忙吗？会啊，也是会帮忙。他们大概都知道要放这边啊，他们有一些回收的东西，他们就不会丢掉，就会拿过来这边。师兄做人怎么样？很好。哪里好？哎，很有热忱，很有服务的态度。
然后对人又很和善。是啊，你知道他在走廊堆那么多是做什么吗？